他就是不给我们打屁股。干十秒，我把魔王丸就十秒内杀死了。这应该是举世纪录啊！有人比我早，有人比我早。感觉是魔王丸刷掉，到底要不要刷掉？刚刚那个超爽。刷掉，不刷，刷，不刷，刷掉，我不想花那么多钱，宁愿花人券也不要花钱。啊，变性丸，乖儿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想了你好久啊，等一下先杀你，看，垃圾让我等那么久，垃圾。好了，我来打变性丸啦。啊。妈的，都要烧了我一圈，1000人券，还有5块钱，才让我刷到，早死。哥哥，轻死你，跟你，再给我火药，再给我火药啊，垃圾。哦，现在给我放奥义，哥扔死你！啊，打得有点烂了，怎么办？把我一大堆道具砸成狗屎变形，他妈的让我等你等多久？看，看还傲我，死到临头还傲我，吃我王脸啊！妈的垃圾！哦，终于打到变形丸，我好难过。夜叉王，下一个是夜叉王哎！耶，终于都完成了。15层，去爬这个15层吧。啊，连爽。怎样？图可以跑出来了。什么图？阿西哦。阿西截图。阿西截图会跑出来了。他大龙是应该也 OK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成功了，可以了。正义的使者，邪恶的化身。胆小啊！你现在才看到他那个了。
有别怀疑。干！我没有抓到无敌。无敌有三秒，二、三，好像不是三，还是我想太快。无敌是五秒吧？所以我们五秒是延时的武器才只能砍六刀。五秒是七刀。五秒不是七刀。我不知道，好嘞，算。可是我记得无敌只有三秒吧？我再放一次哦，三二一，放高级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时间没光，时间四六七八，五秒哎，无敌时间是五秒，四六七八，对，刷出来的扇子，不是台币烧出来的扇子，因为我青海已经铺满了。这希望好多。
早上几点睡啊？我还很有精神。我去，你看我早睡吗？好肥。啊，不然嘞？你要打怪物？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来打怪物打。那我明天一定会死的，难看，你相信我。打怪物可以提。虽然说我有吃补品。好可怜的魔，前标魔人被我玩死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好，我们再进任务。大条，来人！通，不打。怪木，好，打怪木吧。哎呦，全部打完了。火力全开三连发，跟打点五十万。打点五十万放弃，因为我没有什么 OP 武器。好 ，OK， 今天就再绕一次吧。通常就是先检查，没有检查什么试炼山啊，不用检查。试炼山就那几个石头，洗烟层检查的时候看你有没有东西还没有。OK， 都领了，都领了。小声卡等一下，改天再领。或许你有没有领那一天，可能就是放着。好，还有插怪物层还没打。好，修炼书，哇。多够玉，钱好少，600多万，烦死了。武器，干嘛给人家看呢、啊？不要给人家看我手甲、啊。然后你都点下去，还叫人家不要看你手甲，神经病！怎么可能？都看到了，我把我资料卖出去了。然后这里面什么看？李大江都换完了。好了，我不想穿那种 B 级的模样啊！靠呗！干一个200血，我一个奥义把他干掉。200血，你一个奥义把他干掉？没有200血啊，大概150-130吧。好了，我穿一个正式一点的衣服，蓝色。好，算了。这样长得不错看。这两张比较好看吗？哪两张？没有说这次李大江的那个的装扮的两张壁纸会不会比较好看？经实验证明，好像不会比较好看。好，接下来是试炼山。今天没有打试炼山，换影片，排名14，人工会，无聊签个到。我真的觉得说签到应该要设置一个说什么哦，签到了会获得多少金多少。像我这样子，我一定会去签到。刚换影片打那么多痛苦的事情，还是比较回忆好。好，就先到这边了，天使就先到这边了。